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林墨他有嫁有老婆，我肯定不会娶她。在一起干嘛呢？说谁呀？我真的越想越生气。不仅欺骗了我，拉下去啊！欺骗了姓秦的姑娘，现在又欺骗这位。这样的，你不全是误会，不用解释，解释什么？这全是误会。我要跟你解除这怨意。衣冠禽兽的人，哎，大哥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 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，婚礼马上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闪烁的霓虹映衬都市的白天，穿越繁华，我们相遇在浪漫天涯。现场的各位来宾、各位亲友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星光灿烂，今天鸾凤齐鸣，幸福满庭。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，共同见证李默先生和吴琼花女士的婚礼盛典。你们是？ 别着急啊！好的，恭喜二位，也感谢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在我们的仪式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， 来见证一下他们二人从相识相爱的过程，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时光。注意了，请看大屏幕。 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别急，别急。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林墨他有家有老婆。 我肯定不会娶她在一起的。干嘛呢？说谁呀？我真的越想越生气。干嘛呢？哎呦，他现在还玩消失，我打他电话他都不接，原来他是让姐夫。不行不行，如果我看见他，我一定把他打血罚款。啊！你们谁？谁让搞的？ 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！哎，别放了，关掉，关掉！怎么搞？快让他关掉，快关掉！我跟你说，这全是误会，这爸，怎么搞？管谁叫爸呢？管谁叫爸呢？消息消息消息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
照顾他，面对婚姻，鸟类尚且如此，而我们人呢？丽萍，你太过分！你不仅欺骗了我的老婆，这全是误会，不用解释了，解释什么？我要跟你解除。你一个人赔得狼，他就是个骗人的骗子。他在说吗？小心！ 我就送到这儿了。既然吴女士不想再追究你们扰乱婚礼现场的事儿，这事儿就这样了。还有你，背后动作伤人，最该拘留你。这成不了一家人就是仇人吗？对不对？好在人家徐女士愿意跟你和解，回头啊，好好跟别人道个歉。还有这个医药费啊，该多少的都得赔给人家雷先生。是。 警察同志，我一定端正态度，认真道歉。行，就这样。大哥，对不起啊。那个医药费我一定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我想多活几年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 小志，我走吧。小志，走吧。李默。哎，小魏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 很好吧，万一是吗？你以为是在帮我，你这是在揭我的伤疤。